透过两广宝忏，希望能够让大众名扬两利，离苦得乐。新广法师开示，起见两广宝忏，让生者阖家平安，事业顺利，亡者消除业障，离苦得乐，可谓名扬两利。我们也希望呢，借由两广宝忏，能使呢名扬两利。活着的人呢，因为拜的这个两广宝忏，事业顺利，阖家平安，一切呢顺心如意，吉祥平安。然后让往生的先人，然后呢能及早呢把业障呢消除完了，能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能正愿再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。那最主要呢，我们所收的功德款呢，就是为了来护持菩提道场能运作。因为刚才我谈过的，菩提道场几乎是一个文教道场，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功德金收入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大德，你们看到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也一样的来护持这个台湾稀有的文教道场，然后呢，让我们更有这个力量来做一些文教跟教育人文的事情，然后让这个佛教更能发挥光大，让佛教能遍流十方。阿弥陀佛。新广法师开示，高雄菩提道场为文教道场，鲜少举办法会，如此殊胜的两广宝忏法会，希望民众多多参与护持。十方新闻黄慧茹、邓正普高雄采访报道。